我叫杨德利，现在在平均会做环保大使。在提倡绿色生活的今天，多年的生活阅历让我有一个绿色的梦想，改变目前人类生活为所欲为、肆无忌惮地向大自然进行掠夺的生活方式，因为这是远远超过了地球承担极限。因此我们必须开始低碳生活，实现资源的再回收、再循环、再使用，才能使北极的臭氧空气不再扩空洞不再扩大，让气候变暖的进程变缓，使北极冰块融化速度减慢，为北极熊母子提供生存繁衍的空间。大力提倡绿色科技，不断提升人的生活质素，远离战争科技，善待地球，保护地球，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生机盎然、生态多样化的生存环境。因为世界的改变不是少数人做了很多，而是每个人做了一点点。希望大家行动起来，使梦想变成现实。